户不是哦，这个连接点击哈、哦，点这边我放个连，其实你也可以找一下雅虎啦哦，不难找。当日行情好了，比如说我今天要找那个当日行情里面的那个水泥个股好了。OK 好、哦，这边有很多啦，第一类就是水泥，水泥点击。那假设我今天希望哦，但未来目标是希望哦，当日行情每全部的个股通通抓，不是只有水泥哦。每一个个股全部抓的话，但难度一定是比较高了。好，最好还可以嘛，下载完之后做自动存档就好了，存 CSV 好了，有没有？然后你 Excel 可以把它打开来，也就其实等同于你就是把它下载到 Excel， 其实道理差不多哈，只是说怎么做哦。然后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因为它比如说多久更新多久更新，你可以把那个历史资料储存到资料库里面，将来做分析，甚至可以画那个表，历史表。OK， 你也可以再去做后续的分析啦。当然不是只有台股嘛，其实全世界股市这么多嘛。如果你用爬虫的话，你就不用那么辛苦，每天都手动自己去抓资料了。而且那当然，如果你用爬虫的话，它就可以全世界的所有的股市，通可以把它抓过来做个比较看看。有没有？那当然哦，这个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就相当的多。那只是说要怎么抓啦，我们先从简单开始好了。第一个，我希望呢抓这个资料的话，那该怎么做啊？当然哈、哦，其实以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从 Excel 里面有一个什么，从资料里面有个从位吧，把它抓。那刚开始以前是 OK 的，可是现在哦，你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你去抓下来的东西变乱嘛。而且这个部分还基本上还是无解的，很多人是的，但好像用最新的版本抓，它好像有可以选择的地方，让它不会是乱码，但好像要新版才可以啦。OK 哈，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是用 Excel， 我是用什么？用那个 Python 来抓取的话，那首先第一个，按照固定的流程，第一个呢，我们一样要先把资料先抓下来。但是会有个问题哦，按右键检查原始码，我先看一下原始码。原始码部分的话哦，我们先看一个地方，因为呢哈、哦，它这个资料如果你不设定为那个什么 CP950 的话，它就会是乱码哦。它因为一般的网页啊，基本上应该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 UTF8。可是啊、哦，那个它这边 UTF8。但是好像我印象中哈、哦，它如果是用 UTF8 好像会错误，好像一定要用那个 CP950 才会正确。哎，你会发现这边又有个 chartset，big 5 就是 CP950， 所以这个网页真的做的蛮奇怪的。它啊，我知道了，有没有发现了为什么乱码？因为它这边插了一个哈、哦，插了一个 UTF8， 但实际上它其实是 CP950， 所以哦。这一段可能我在想哦，就是说呢，如果你是用 Excel 去抓取它的网页资料，它就假装你是抓的是 UTF8 资料，所以丢给它的时候它变 UTF8， 然后变就是乱码了。但实际上它是 CP950。哎，我在想，你会发现，因为这 chartset 里面居然这边有一个嘛哈、哦，这边有一个，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才对。OK 哈、哦，所以跟各位讲一下。可能的原因在这里哈，那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在抓取的时候，一定第一个部分的话，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先这个抓也是一样啊 ，import， 所以上面的几行都一样，但是呢，有个地方不一样，就是呢，我们的 encoding 有没有？就是 HTML 这个后面要加一个点 encoding， 编码方式要改成 UTF8。我记得如果没有加这一行的话，那抓下来的东西是乱码。OK 哈，那第二个的话呢，假设我这一行没加，我示范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如果没加的话，那把它执行。OK， 哎，也是正确的，也是没有乱码。哎，奇怪，这个再看看好了，之前好像没有加这一行哦，会是乱码，但现在加了跟没，如果我加这一行呢？也是正常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啊，不管了，反正哦，我们还是原则上哦，假设先，就把它加上去好了。反正这个哦，这编码方式也许哦，它这个程式里面它让你可以，这个再找找看好了哈、
那接下来的话呢，一样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抓下来的原始码丢到 Beautiful Soup 里面去做解析，一样呢得到一个物件 SP 物件。那再来的话会有个问题，那我要抓什么资料啊？特别注意哦，假设我要抓的资料啊，它的特性特别注意就是在这个，其实这个表格啦，就这个表格把这个表格的资料抓下来就对了。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把游标放在这个表格的左上角，按右键检查一下。那你会发现哦，它这边的话会告诉你说啊，你有个 table 有没有？这个就 table 就这个表格，然后呢上面也会显示出来，就是这个表格，知道有没有表啊？里面的话这个 T body， 这个 T body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啦，反正理论上比较不会抓 T body， 实际上你抓 T body 应该也是可以。 那 T R 的话就是这一列，有没有发现 T R 哈，应该就 table row 哈，这一列的意思，你可以把它啊，这个箭头可以点击啊，然后再来就 T H， 然后如果里面的资料的话，应该在 T D 里面，所以啊，特别注意我们抓的资料应该在 T D， 也就是说呢哈，我们要抓的话呢，可以先抓第一个，先抓 table， 第二个的话呢，可以再抓 T D。 可是问题来了 ，table 哦，如果我今天抓这个 table 的话，但是呢，你会想说，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几个 table？ 如果只有一个 table 的话，那我就抓它，用 find 它就可以了。可是问题来了哦，它这个后面呢，你会发现 table 后面没有 class， 哇，也就是说哈，如果旧的网页哦，通常啊会比较多用 table， 那如果新的网页像刚刚那个台彩的话。 通常会用 div，OK、okay, 啊，如果像这个就很麻烦，没有 class， 那没有 class， 我怎么知道到底应该抓哪一个 table？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想到一招，那你可以 find all， 有没有？那 find all 哦，不过 find all 之前哦，我建议你可以先在这个地方哦，先把这个 table 复制一下，然后呢，一样用我刚刚讲那一招 ，Ctrl+F 呢，你会发现哦，就是。 你把这个 table 哈拿到这边去寻找，它会得到几个 match 呢？13个。不过我是建议哈，可以在那个 table 前面呢再加一个小于的符号。哎，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一个小于的符号的话，它找的话哈，不见得是 table 的标签哦。OK， 也就是说呢，如果它里面网页里面有 table 这个字，它也会找到。 但是它不见得是一个标签。那我们寻找主要目的是希望知道说这个网页里面有几个 table， 因为它没有 class， 那所以我要想了一招，那我只要知道有几个 table， 第一个总共有7个嘛，有没有 ？One 哈 of seven 哈，一到七嘛，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有点像 find all 得到的结果，总共有7个，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想知道说呢，这边有可以往下的箭头，我可以摄取一下。那摄取的话呢，主要就是说，那我可以怎么样？如果我知道说它总共有7个，那它如果第几个我知道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用 find all 找到之后的话，我把那一个抓出来，我就知道啊，那个里面的资料取得就好了。有点像什么就类似的道理，跟刚刚的那个台彩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怎么知道它第几个？ 你可以啊，按这个向上箭头是向上，向下，我先向下。你会发现第三个是上面这个，有没有？它会出现哦，有没有？再一个摄取，3有没有？上面这个，再来的话4，4的话呢，已经是这一个了。那再来5，5又是了。可是哪一个才是哦？你会发现上层，这个是它的外面框框哦，有没有？这个，那再往里面一层。 就这一层，所以其实我们要的应该是这一层，有没有？刚刚有没有这个？你如果在这边按右键啊，检查，其实就这一个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记下来，它得到的结果刚好就是7个里面的第5个，所以特别注意哦，我用 find 有没有 ？find 特别注意哦，是 find 这个哦，前面记得自己再加一个那个小于的符号，如果没有加小于符号，可能会找到不是标签的 table。 然后呢，你可以知道说，如果我待会用 find all 的话，那我只要知道说它是第5个。那编如果用那个编号串列从0开始，那给4就好了。所以4如果找到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这个框框。那再来的话，我第一步就完成。第二步的话呢，因为我要找里面什么东西，第二个标签，这个台材嘛，就按右键检查一下。那它基本上会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 TR 哦，其实你用 TR 也可以一整列，但是我要如果我另外一个，我也可以用 TD，TD 的话就储存格。 哎，那我可以什么？把这个里面的所有 TD 都抓出来。那所有 TD 的话，指的是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OK， 但是哦，里面会多一个空白的，这个前面这个空白好像会多一个哦。所以呢，怎么办？将来把它删掉就好了，不要它就 OK。所以基本上我知道哦，我第一个要找 table， 所以呢，我找的方法哦，秀一下给各位看。一，我就用刚刚 SP 有没有？然后用 find all 的方法去找什么呢？找 table 就好了。 那理论上后面当然，我们如果有 class， 我们可以去找那个 class， 可是问题没有 class 啊，没有 class 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找到之后，找所有的 table， 所以 file table 这个部分的话，那串列所得到里面会得到7个，那我要的是刚好第5个，所以呢后面的话哈，第二步呢我就用什么找到总共7个的第5个，第二第5个的话就是什么中括弧4，因为编号从0开始，刚好。 从这里面呢，再去帮我把里面所有TD找到。OK， 那所有的 TD 找到的话，那也就是里面哈、哦、所有的那一些资料。那总共有几个栏位呢？哦，就所有的东西找到之后的话，那我当然哈、哦，其实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底下是输出了。总共的话哈、哦，有好像12个栏位吧，所以你可以把它 print 出来，好吧？这个不用 print， 假设我所有找到的东西哈、哦，把它 print 出来 ，print。 SP 2它应该会是一个串列。OK， 那你会发现这个串列里面就是，那当然我要的资料是里面的哈、哦，有没有？它这个所有的 TD 里面的这些相关资料，那如果我要把这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抓出来的话，那我可以什么？底下再跑一个回圈，好 ，for I in range， 然后呢，我可以什么？给它一个什么？从0。 到 len 总长度，然后逗点为什么逗点12呢？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哦，它的规则是这样子，它这里面的1、2、3、4、5、6、7、8、9、10、11刚好12栏。那逗点12就是说呢，我间隔12，所以我先取，等于是有点像取一列的资料，然后把它 print 出来，一列的资料 print 出来，一列的资料 print 出来，那所以呢，我就把。 那个串列先取了之后，那总共就会有12个栏位，所以哦，我这边的话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干脆呢用什么用大括弧，然后总共有12个大括弧，中间都加逗点，然后分别的话呢，把这里面的资料呢分别一个一个的通通取出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大括弧里面，就得到我们要的解，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OK， 你会发现哦，它就会刚好怎么样，一个萝卜的坑的，就通通的把台泥好，所以特别重要，这个是一，我看最后做出来哈、哦，这个是结果，那它刚好就是什么，把1101，啊、哦，所以这个理论上应该，这个应该是就是自己本身一个了，所以啊、哦，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个，这个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啊、哦，依次类推，那一个一个的抓下来。 那上面栏位名称没有带过来，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把这个上面栏位名称也带过来的话，那你就不能用 TD 哦，要用什么呢？按右键检查，刚好看到 TH 有没有？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上面栏位名称抓下来的话，那你就要抓 TH 的方式，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呢，通通都搬到 Python 了。但现在还离 啊，这个最后我们要的结果还有一段距离，什么呢？所以啊，第一个、哦、你可以先把这个抓下来，但问题第二个，当日行情有这么多 ，OK 哈、哦，那如果我要连食品也抓呢，有没有？那如果食品抓了之后，塑胶我要抓的话，每个都抓的话，那该怎么做？其实哈、哦，第二个呢，你会发现哦。 其实我们当我们点选的时候啊，你可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你点选水泥有没有？你会发现哦，它的 list 这边点 PHP 就是一只程式，问号就传一个参数
C 的话，理论上应该就是什么那个类，应该是 C， 我想应该是 class 的缩写吧，等于就是后面这一个啊，你会发现后面这一串一串这个什么乱数有没有？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UI 了，它是一个参数，但是是已经重新编码过了，所以呢编码之后你会看不懂，其实它上面就是水泥啊，只是说呢，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传参数的方法？那把什么每次哦，我如果要水泥，我在后面传一个参数给他，然后水泥给他，他就自动帮我变出我要的。哎，那我就传参数，这样我就可以什么把里面的每一个都产生哦。啊，我只要把这个哦，这个把它先丢到一个串列里面，然后我先抓第一个水泥，然后你帮我水泥抓过来，食品你帮我食品抓过来，哎，那我这样不就可以自动的取得我要的那个类股，那最后把它凑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我要抓取所有的哈类股的所有的资料哦，这这个可能有点复杂哈，待会我再讲啊，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我刚做的哈第一部分的话在第五页啊，所以这个看到的结果了哈，只是说那个挺蛮怪的 ，CP9 也可以 ，UIL 也可以 ，ATF8 也可以啊，这个也许再试试看，那刚刚做的哈就在这里，那第二步的话就是哈。会用到一个叫 UIL 的网址 ，UIL Lab， 它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可以转换哦。OK 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